听到的是最受欢迎的知名演员和我们的知名歌手李易峰先生，欢迎，欢迎峰峰，有请合影留念。李峰在哪一页？他不说话。我们一起都共同非常期待峰峰的《革命者》和我们的《号手就位》，非常期待这两部剧作的播出。谢谢。没办法，时尚和文化永远是闪耀并行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好，峰峰，欢迎你来，谢谢你支持徐华生。我们也期待《革命者》和《号手就位》啊。而且，其实今天我们要恭喜峰峰的是，他也获得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奖，他获得是中国金茂首届时尚文化大赏的年度影响力大奖。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挚友，华人文化集团公司副总裁、徐华生总编剧冯楚轩先生来为峰峰颁奖，有请。这次我们也要多多感谢峰峰一路以来对于徐徐华生的大力支持。来，往中间站一点点。OK， 好。来，两位来，你们先看我，两位，看我。来，峰峰左手边。来，中间再看一下，来右边，这边，哎，这边。大边。来，峰峰，来左手边。来，单独拍一下，单独拍一下。来，中间。来，左手边，左手边看一下，左手边，峰峰。